这超级绿茶嘞！眼睛痛，手很痛。我们这次的这个新年歌就一如既往的非常好听啦。然后我们这次呢，哇，真是用心良苦。我们的 MV 呢，除了有剧情之外，我们还有 MV 啊，就是披荆斩棘，知道没有？真的。然后我们的剧情哦，也不是一般的剧情。我跟冠贤刚刚才完成了我们的一段动作戏，我们是大打出手的。我们应该就是话剧，反正就是值得期待了哈。这次呢，我记得去年丽丝在就是做大厨嘛，煮饭。那这次呢，你要教我一些，因为我那个手势我可能做得不好，因为今天到我煮了，这一餐我煮。对对对，所以这一次我觉得很特别的，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自己的一个身份。其实我觉得很心虚的感觉，因为丽丝啦还有峰哥，你们两个都比我会煮。不要小看他，每次说自己不会，其实他很厉害。没有，很少，很小，很简单。但是我要听 Liz 的节目，然后有访问大厨，然后你的一些下厨的秘诀，我希望能够对多多指教。好，那大家期待咯，谢谢你们。未来要加油，我们一起走到老。你说新年让你忙得团团转，我说团团圆圆在一起真好。看一下怎样辣酱油怎么样？你呢？今年让我们能够。重点是最后一句。哦。我们该太完美了。他们是错了一次吧？镜头有镜头，非常完美。最重要。